什么枪很强却很少有人用、嗯、游戏里有的枪用的人很多也确实很强，比如说 M416 AKM， 但有的枪很强却很少有人知道。今天就来聊聊很强却少有人用的三把枪，他们都是隐藏神器，大神再拿来偷偷上分。一 VSS， VSS 在新版本被加强了很多，伤害加强了5点变成了47点，现在秒伤有563点，子弹初速也提升到了428.57米每秒，现在的 VSS 是非常厉害的，而且它本身自带四倍镜和消音器，换弹也非常快，钢枪真的很强了，属于是很强却没被人发现的神器。二 ACVL， 大部分人选择步枪都是 7.62 步枪和 5.56 步枪，其实步枪家族中还有一把9毫米步枪，它就是 ACVL， 单发伤害39点，射速每秒13.31发，秒伤有519.09，在步枪中仅次于狗杂。ACVL 换弹也很快，还自带消音，后坐力和腰射散布极低，也是鲜有人知的隐藏神器。三，汤姆逊，汤姆逊在新版本也被加强了2点伤害，现在单发伤害是42点，秒伤高达463.68，比很多 5.56 步枪都高。而且它扩容后弹容量有50发，换弹也比较快，后坐力也不高，近战钢枪也是非常厉害的。